那个汤城呢就快到了，那然后越往这边走呢，也没有开阔的这个田地，啊，越往这边走，这个山地越多，啊，这边呢就是几乎都没有农业，啊，现在呢就是一些花卉跟水果，就往东走啊，往那边这边莫那个走的都是一些悬崖峭壁啊，然后一边是海，一边悬崖峭壁，非常的风景更美。那这里呢，就说我讲的汤城呢，它是属于这个南地中海嘛，这个普罗旺斯嘛。这里呢，就是很多影星哈、啊，世界上有钱的人都扎堆到这买别墅。天色要是阴阴的，还是就好像看起来比较黑黑的。还有你看，看左边没什么楼了，这都是地中海，地中海啊。那到夏天的时候，这里也是满满的。过来了啊，要着陆了，多漂亮！身上要两三百万。这个是那个广场啊，美系的广场。